身为厦门重点保护的珍贵文物古迹，始建于宋代的郡马府，是在地规模庞大、历史悠久的宗庙祠堂，也是厦门地区唯一一座与皇族相关的古老建筑。宅院内设有多座石碑，以叙述郡马府的故事和沿革，并由内外大宅、宗族家庙、文昌阁、甘露亭和各色花圃等组成，以天然传统的木造结构为主体，再加上精巧细腻的雕花、色彩鲜艳的壁画、陶瓷与雕塑工艺装饰点缀，充分展现出中国古代皇室建筑的壮丽及华美，不仅是在地热门的文化景点，更吸引了不少学者专家前来探究。